但就是因为你膝盖会痛，或者是没有力，要吃维骨力那些东西，所以不用吃也可以 OK。为什么会年轻就需要换膝？不是，我说老年，我说要换骨骼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就是我去学的，就是我们电机系有一个王冠志老师，都教我们这些东西。他我是电子系的，我怕系。不要怕系，开始怕系，抽什么系？他上课就教我们这些东西，就讲一些。我是上机率统计，对吧？电机的机率统计，因为机率说的。因为有些医生啊，还有那个换膝盖哦，会比较，他因为换膝盖需要动手术，所以他得到的会比较多。关节，对关节肿。那但是关节换下来之后，你一辈子就没办法，就是很正常运作了啦。那就没办法很正常，因为他一段时间之后你要再去换一次，然后越换越差，因为他换完关节之后，旁边那些就会。因为我有家人，有家人真的是换膝盖。他那时候我是有在看到这方面的报道，是说，因为你不换膝盖的话，他就没办法拿到那些手术费用。所以说，以人来说，正常的膝盖来，我们你原本的膝盖是最好的，可是你如果换膝盖的话，那个膝盖究竟他没办法完全替换到你原本的那个正常的膝盖。马上。好，那我讲重点啊，就是只要你要有两张，不用换膝盖。有这个健保保十万、欸，十万。他说如果你有健保才一万，如果你没有健保，就是十万，这个手术费那种。第一招要与肩同宽。真的假的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不会，没关系。是哦，大家站起来，这样子分开了，谢谢奶奶，都是平行，让我放心。大家都可以站起来，没关系。大家要站起来是。我们大家都勉强都站起来，我们是个人来相聚。换之后，膝盖手要张紧一点，换之后绝背好了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就靠墙壁。就要靠墙壁，就是对吧？啊，这样子，你要换膝盖之前就这样做，换膝盖之前，哈哈哈哈哈，增加肌肉的那个，就是保健肌肉的那个脂肪，也是肌力啊，肌耐力，拉开肌，我忘记怎么讲了，就是有个词汇，突然忘词语，所以是要这样子，五肩同宽之后这样子。他知道手要张开，做不是就是先不要做一点。他一招，第二招是老年人的，老年人在做的，就是睡前的时候这样做，大概5分钟到15分钟，或是越久越好，尽量一开始5分钟就好。就是坐下，他脚膝盖要就是，下次我会带资料给大家看，就是练一下子。阿妹好，阿妹。就是，这个是这样子的，还有这样子，一直敲打。对，要15分钟。5分钟应该是只有5分钟，对吧？就是怕你们做不太久。我们不会做老的，做完。老的做。对，就是这两招，对吧？所以这可以交给你爸爸妈妈，还是爸爸妈妈？我要来，他们来敲久的。还有什么？大概是这样子，谢谢大家。林主任，林主任，我要这种生动的教学，你可以直播他吗？哈哈哈哈哈！